开始了没有？那这里加油，看一下这里有英文显示的，这是加油。这个呢，扭开打开，拿那个扳手打开，打开就可以加油了。加油的话呢，这里这个是玻璃球，到时候油加进去看得到的。然后呢，那个油加到一半就可以了，加到中间的位置一半就可以，千万不要加满。 加太满的话会喷油的，然后呢，以后这个油变浑浊了，这里就可以扭开，放油了。OK，就这么多。